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产业是厂供销，通过 IP 在做它的厂供销一体化的模式，东莞较好的一种工厂的制造来辅助于我们去做生产。所以我相信就是国潮在这几年只要把东西做好，我觉得很多联名的一些合作都会自己找过来，我觉得未来接受的人会越来越多。